欢迎回来，我们拜友怕好戏啊。那我们这一趴呢，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一个金牌杯的小比赛啊，是线上赛。然后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其实已经邀请了，打到这个应该是冠军赛了吧？拜五冠军，拜五冠军，这是第二届金牌杯了。哦，对，这应该是第二届。上一个礼拜是第一次，然后上上礼拜是比银牌杯。银牌杯 ，OK， 好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要进行比赛之前呢，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，想要问一下阿 B 这边哈，那就是今天有一个假设情境，就是假设你今天买了一个你很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回到家，然后先放着，然后结果那个小菜看到他把它吃完了，好，那你的反应会是什么？就再买一盒啊，再买一盒，再买一份，再买一份嘛，再买一份，反正东西再 买不到了，要等一个礼拜才买得到。那我就等，那我就等。偷换你 FB 的这样子吧，我就等。你偷换 FB 我家那吧。好了，那这边的要 Q 的东西就是呢，啊，这个到底会不会生气？你看，其实阿 B 的处理方式很不错，反正东西再买也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这边要 Q 的东西呢，就是啊，这个是大概是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件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，我们来看一下图片。无聊，你干嘛？好笑！哇，那个有人买了一盒马吉回来，结果被 B B 吃光啊，结果暴怒啊，还怒发粉丝团哦。然后结果呢？所以呢？我们为了米平这一件事情，让那个夫妻能够和乐，好不好？我吃你五颗，我还你十颗啊！你去哪里买一模一样的？B B 买的，真的假的？阿芳，你看你的粉丝团。你死定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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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这个，我有看啊。他昨天他 po 了之后，我就看到我书房上面多一个马吉。他说你十分钟之内吃掉，我五分钟把它吃完了。什么十分钟？五分钟吃完？还等十分钟？不要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这个马吉事件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特别感谢 Vivi 提供给拜欧炮系两盒啊，这个传说中礼拜四一个礼拜才会出来摆一次的马吉，好不好？谢谢 Vivi。对，只有那个在场的人可以吃，然后那个鱼性实况组跟那个鸡性实况组不可以吃。你没有，你没有，我没得吃。你已经吃了一盒啦 ，Vivi 还你了，这是他买给我们的。吃啊！好了，那我们在那个进食马吉之前呢，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拜布冠军赛啊，我们的金牌杯没有欠咪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因为小蔡跟我，我以为小蔡今天他说有可能会打，啊，我想说他应该可以打到个冠军战吧，不是，他搞我在胜部啊，对，你是不是在胜部？你快跟我说，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示意 啊他们应该知道了，骂他们脏话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进游戏画面，啊，两位，这个这个拉拉好像上一次也打到蛮后面。然后这个有尤里安呢，我一定帮尤里安加油。哎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可以来吃马吉啊！哇，三盒哎，一盒多少钱？100块，他现包哎，现包五盒哦，天哪！哎，那个闲杂人等干嘛进来？那闲杂人等，闲杂人等，把他赶出去啊，保全！不是鱼现在进化变人类了，刚鱼变好了，哇，这要变身了。你刚刚还在上面吗？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偷吃掉吗？好，大家夹自己要吃的量哈。好了，夹起来可以吃啊。等一下吃。我拿走这一条。拉拉对上 ，Yulian。Yulian 加油。这个对决尤利安有利，有利啊！这个对决尤利安有利。废话，力回也有利，然后他折你，你要头锤嘞！对决尤利安有利。Levi Skill 进来，再顶一头，手击压持续。你说他有头锤，他还有这个什么鬼东西？别干嘛？那个挖这玩撞撞乐的，干这个一直撞啦，每次都撞。不是啊，这版哪个优点不是被撞来撞去的？普通撞真的不能乱用啊！不是普通，我说花器的。花器可以撞，普通不能乱折，不能乱。哎，镜子！你这样子我生气哦，你这不用镜子。没熬，他知道有阿 B 在看，他压力很大。身为一个尤里安，怎么会？哎，这什么镜子？镜子，快镜子啊！你没血啦，大哥，镜子。老师要生气哦！加油加油！你他妈死前真的要把镜子丢出去啊！镜子丢出去，对方才会畏惧你。
就跟一车丢炸弹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这跪的不错。毛果要先暴毙。对，我觉得我每次一车炸弹没丢都不错。好，没错，没错。找找距离拉开哦，他如果中距离就用拳脚跟他按，然后如果远距离就躲到后面变黑。变黑。好，跳出去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好，好，对，继续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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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。哦，想要再抓一次，哇，哇，顶他顶他头，快走头腿，走头腿，哎，不错，这撞的可以啊，不是那个撞真的要改，那太白痴，啊，撞改我可以接受，哇，你好，完了完了，好了好了，哦，赶快丢镜子啊，你要死啦，撞到改肤了，然后这他贴贴镜，我不信，不过他真的蛮厉害的，不错，啊，一比零，那基本套路他都有啊，对啊，拉拉固定会做的那些事情，都做得还不错。因为套路有了之后，基本很简单的。然后呢，对。对啊，因为我之前我换 PS4账号之后，我好鬼也是这样一路打上来。有套路的情况。对啊。只要先后变黑，快后变黑。啊，不是，往前跳啊！完蛋了，都挤进来了。啊，没有，他 dash 哦。好，好是撞一下。好，前点安全压。好。啊，没有。前重手不然中距已经没不知道干嘛就按重手啊，扛到就有了，没事就按重手啊。哦，有了，可惜。哦，所以，哇，这中脚按得很好啊。他那个头粉，哎，不是这样放啊！你刚刚叫人家放，然后现在刚刚放什么？那起身放，放短的。哇，这要生气了。第一个冲撞，对吧？血量还差输太多，我也。先按重手，按重手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打。按重手。哇，完了！完了。棒！我觉得他太少按重手，他可以中距离，有时候没事可以按个重手，就劈一下嘛。对，蓄力重手。也可以不虚拟，看情况就。我觉得你还是帮拉拉加油吧，赢的几率还比较大。你要明他、啊，你的迷王之力已经在发挥。不要再撞，不要撞，那距离不对会撞空。好，这后手重手，好，所以要，好好重手重手。你摔好多、哦，那不行不行，这不能对空。一拖就被打入那种。哇中断，要晕了。不要死，该丢镜子丢镜子。哦，好了，进去了。来呀、啊！好！哇，那中段都被挡住了。再丢，再丢！哎呀，可惜。嗯，躲进后面，躲到镜子后面。好，变黑，变黑，变黑，好，发气功，发气功。好，再发，再发，再发。我怀疑他真的在听实况，你知道吗？发。好，前肩抓他，快前肩抓他，他现在没反应，前肩抓他。啊！不是，不是。太没反应了。明死啦！我真的很悲痛啊！抢三，抢三，还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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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！攻杀什么？东方的神秘力量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幽灵玩家回去可以看重播、哦，阿 B 讲的其实都蛮有用的。好，中中，好，不错不错，再投锤，好，不错不错。衰配太多了，可以试着打汤。再中再高点还可以，快晕了快晕了快晕了！哦，六，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，摔加二你不摔，加二你不摔，哦完了，那加二他负二才会摔，他刚用负二的摔。哦，这个凹点可以。哇，不行。哦、还好还好。好，有了，快放进，快脚，对。哎、欸。有，他有在听，他有在听。有，哎、欸，真的都有在听哎、欸，有在听。嗯。哇，这个吐两下轻脚，好有你的感觉哦。好，踢。哎、欸，把他踢开，对，把他踢开。如果他对空有做好的话，应该就可以。膝盖进来，这应该有点危险。好，哇，头锤走路啊！然后这个拉拉中脚两下之后没有办法确认接东西。完了。啊，这边 MVP 哥之后的头锤，没有，好。哎，哦，好，我现在发现他，血量领先。哦，他都拼这个哎、欸。
再凹。很好。哇，没有压好。对，丢钉子不管，随便丢，对。对哦。有翻过一盘。起这个丢进超北蓝的。让二对三。可以啊，加油啊！我刚一下子吃完三颗、啊，你要试试看吗？这个你们不吃哦、喔？啊，哦，可以吃啊，可以吃啊，你们自己去拿。好，节目很 free 的。Round one, fight. 12颗100块，其实不算贵。我把这口拿走。你他妈进来洗出来、欸，这边就还有一盒。不是啊，有一个他妈竟然偷麻吉。然后他没通咖啡啊，那拿麻吉啊。哦，完了，角落。啊，这不错，飞出去好。好，压。这个要怎么切啊？头腿啊。嗯。挡住不能切、啊，挡住负一啊。哦。负二吧。负一还是负二忘了。老板挡住空空阵的话，空阵可以。空阵揍他。原来很快、欸。要有反应，那你蹲着就用这中段 T 七要少用啊，他中段几乎都有反应啊。对啊，你可以选择前中拳之后不要拍摄，点下段。点下段。对。前中拳就放了一天的，这个是负二，刚做的负二。但有的人不敢按，因为他会怕他拍摄。哦，就你想要按点，你想说负二要点他就要拍摄这样子。哎呦，不错哦。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U 脸的优势在哪里，拳脚拔。拳脚过长了。他不是那个加二的太重，刚才没看一直乱按就好了。啊，完了。神经病！那么长的脚还加二，都不加20好了。按他，哎、欸，对，好，出去。好，我操，我都没有对空，一次都没有。对，我在敢举啊！啊，你在玩十万的尤里啊？哎，有，好，这个好，他对 VS 有反应。好，不错，镜子准备。哎呀！好，他这样架也可以。哎，怎么前面？怎么用短的？好完没了，小朋友没资源了、哦，没资源，被车压死完了，棒，没资源被折就真的麻烦。好，这边是拉拉玩家的赛点啊，中段挡住却反，哇，被打被麻烦，没对空，要对空，对，有时候稍微等一下，其实他跳的次数还蛮多的，然后他起身居然防凹，不错。等一下，他会跳了。刚刚二八失误了。二八 P 有东西吗？哦，那个球。这边还蛮固定的。BB 进来，哦，这高点好。啊，有点危险。太多了。对。我对手也没有去。对。哎，不错，这踢得好。你是丢进来，好，不错，有机会，撞他，又没反应，好，起身，凹他一个，下头，有，镜子来，来，没成功，哎，就是那个镜子全哥套路，是不是？别动，撞他，没有倒，撞他比较好吧，完了。尤里恩稍纵即逝，我要 TC 完要丢远的、啊，是冠军赛吗？那败不冠军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玩家，罚你回去看阿 B 的定的套路影片，看100遍。可是下中脚要直接确认带那个 VT 很难，很难，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，很难，很困难。好，你翻译谢谢。那你到底是怎么确认到的、啊？我通常按，我会先看对手有按。他如果对手有按的东西，他可能就来不及收招，我就大概知道。我就是用插的。大概知道那个下中脚有可能会打到他。啊，那个所以踢到都按来不及啊。所以你也是有带一点点先读。都有先读书，我按的我会看对手他是没有动还是没动，通常有动就是会来不及手会动，我就打到的直接按一下都来不及。不行，我没办法，我把防御设成随机，我没办法确认。是哦，他那个取消时间不像卡林那种什么站中脚，或可能那种站中脚打到确认后再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千米的下中脚也不能确认236P。对，我知道在练习，我是试了100万次。你的下中手可以吗？千米下中手可以吧？
香龙手一定可以啊，哦、不瞎子香龙手，那么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角色就是你说下动手这个，啊、对、啊那个，可以啊，那个按看到的按暴毙都没问题，我的暴也可以，但是下中脚要确认东西是太难的，除非有点就是看到你出脚那个我才可以。那个胜部冠军好像去上厕所，等他一下。将军了，嗯，烂角色。哎、欸，熊猫，现在几点？9:15啊。熊猫去买一下清新好不好？不然我等一下要做打烊，快点，谢谢。你多讲话吗？不然呢？这全场就只有你是 Q 猫，你有发现吗？全场就只有你是 Q 猫，你有发现吗？这边要去哪里买清新啊？很近啊，麦当劳旁边啊。哦，好远哦。没有吧？妈，你住永和，你现在不知道？对啊，没有吧？快点呐！就麦当给我。快点！你说麦克风可以给你，但通告费不能给你。麦克风可以给你，通告费不可以给你。下大雨耶，你叫人家去买，有什么关系？要不然你叫那个拉夫。下大雨还用？哦，他是有的，拜托下雨刚好啊。如鱼得水。要不然叫那个拉夫男。不会去的，干。上次他请饮料，说下去买个可乐，他都懒得走下去了。26楼他都不愿意走了，应该叫他走到麦当劳，卖你个头嘞！26楼楼下 Seven 他都不想去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比赛可以开始。好，胜部冠军是将军玩家，所以他赢一个 set 啊。这个对决哦，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看到将军，我都觉得都是将军有力。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，在我眼里就是将军永远有力的。可是将军被拉拉弄倒也是很痛苦啊。什么？他现在有三伏喽？他有三，他现在有三伏喽？是之前上一盘是完全没有三伏的哦，所以被按的跟白痴一样哦。嗯，他有这盘有三伏喽，可以点的。三 HP 的判定很强哎。他现在是因为有三伏了，而且三伏的脚很长，还蛮长，判定很远。然后他那个不知道哪个那个外国那个死胖子开发那个二 LP 对空，那个他妈也是冲干到一个不行。妈妈没看过那黑板的判定这么好的，他妈超级好的。那个夏金卷已经跟拉西斗那个清角差不多空冲干了。哇，开场结果是拉拉先开始。不打算沟通了。啊，直接带晕。谁按谁都搞不清楚了，你说不会玩将军啊？哎呦，哦，不打 reset 哎。哇，不用蹲在那里了。这个稍微认真打一下，应该可以上，应该可以上白金了吧 ？Ultra 金呢？这应该有白金的实力。对啊，把角色对策建立好一点。哎、欸，不错，不用蹲在那里啊，将军在那边按就好了。对，按他，站中脚下吧，站中手下。我看厉害，有时候连机器都不想急，他站在那边等你过来，他要按你了。还要站中脚啊？哦，这举得好呢、欸。哇塞！比满了变魔术给他看，快点！来，变魔术给他看 ，Siu，我跟你讲，这里超痛干的。再变！大卫魔术笑，变！哇！笑一波，就是这样变啊！你看，他是有看你直播啊？没有，那个是，他有超痛干吗？他变其实出来的时候是负的，中间是打不到他，对啊，中间无敌判定啊，暴毙中间是看打不到他的，暴毙中啊，我怎么按啊？有按不准就死了，好扯、啊！我靠，斩清全对空啊，你搞骗啊！那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跳走了。不是，中的，负二，哎，可惜，然后挡完一下再来。点是怎么用轻手点啊？哦，这个也很北蓝，我很讨厌那个正二，正二那正二北蓝到一个家。哦，对，继续砍，继续砍，继续砍他！你要按轻脚啊，按轻他就按不了你了。完了，这危险，这危险，这危险！哇，这要带走了吗？赶快变呐、啊，来不及了、啊！啊、糟糕，魔术来不及，来不真的直接垮。这一哇，那刚那一条血，哇三，将军刚赢的打人输的，刚按轻脚就好了。轻脚三伏，不是他刚前中拳玩加一站轻脚就好了。嗯，这游戏不行啊。然后再轻脚再继续咚，和轻脚下中拳砰，再继续踢砰，跟白痴都给你玩就好了。Round one， 嗯 ，Fight。
这个应该是发到重的才是正的。重的啊，重的啊，重重的是正的、啊。哇，正的可以插合，因为看到在按三伏这样。他在一个距离按不到吧？没有，危险！没有，他那个是他的判定，没办法变，没办法变。然后在前面，你想象这边还有个空，你按得到。下中拳的下中拳完再接那个的呢？不是轻脚，不是轻脚。我跟他打的时候，我试试按过，按得到。你用好鬼按得到？好鬼按得到。好鬼的三步比较长吧？哦，有可能。好鬼的三步比较长吧？淡水说那个好鬼的那个三步比较长啊。哎，不错，我下中位置不错，我都不敢按。不错不错，因为将军的跳中拳判定很好。哇，这不错啊，这个下轻拳对空之后前拳换别人，根本就冲干下轻拳。不知道下一个吗？等一下，出去了。对空啊，按慢了。下轻拳。应该是下轻拳。哦，这个痛。前拳加二加三。好。我点摔。上扶压持续。冲干呐。大家都知道要干嘛。好，没事。恶魔道馆身体健康。转他。这个不错，这个都没有一直让恶魔道馆。这个将军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怎么用那个战青手，他应该用战青三金脚才对。我好生气啊，玩什么忍者，玩这个都不用脑，用多好，玩这个都不用脑了多好。我好像都没有什么在用恶魔道馆，他都是确认带气打伤他。这个哦，来了，加十三，加十几，加十三，加十三，加十三，再来。然后打死不解了啊！再次，啊完了，没气了！哇，没关系，还有 B， 逼来！爆！早就要爆！变魔术了！不要这样好爆！哦，掉！哇！变魔术！他暴毙是不用集气是不是？对啊，他暴毙不用集气。超干哦、喔，难怪会觉得奇怪。好，黛西。他暴毙不用集气，那难怪人会一直跑来跑去的。哇，要 reset 了呢。是上这版才不用还是上版？上版就不用了。暴毙之后不用集气，连断。你不然他怎么可能又前前又后后，然后按一下就可以后前？又可以整个。变鬼哦。他是上一次亚军哦，阿鲁。那上一次输给谁？Joker 哦，也是拉拉，Joker 是龙哦，对，龙有龙克，上龙派，他就是用那个假中华民国国旗。战斧要多用啊，那个中距离战斧很强，超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没事，我战斧就一直砍，身体健康，一直劈，哎，啊，好讨厌啊，打完四六劈也不能干嘛。中段很敢用啊，武器没出来，差一点，先出去角落。好，这个好。他这个是后前集气还是转直接？集气后前，四六 P， 四六 P。你说带一颗球，一插会变成一颗球，那四六 P 啊？是啊，就四六 P。来了，知道，然后魔术来了。完了！最好包了，不要再变了。带道具带太多了。要摔！哎、欸，点到！其实我觉得将军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他那个收刀真的太夸张了。应该是以中系列来讲，哪一个？下中手啊，下中手就很快，超级快。他那个立中脚是欺负，然后收刀很快，你差不太到他。啊，再起中手。啊、你自己去练习模式，是他那个空阵下中手真的很夸张，很难插他是不是。五代版就很能插了，用看的版就不好了。对方他都用上轻拳，他可以改下轻拳，下轻拳几乎不太可能会出。下轻拳的判定就被改掉，好不好？低能死。来，不错，这很好，继续角落带角落，对，带角落继续按死。好，继续战斧，正人。正的，正的。完了，被折就不太妙了，被折就很痛苦了。大卫魔术秀，等等 ，Cycle Power， 来，要换边，还好，不是啊，这个再换边自己进角落啊，不太好，魔术不能乱变啊。M Bison wins， 好，白毛，
扳回一城哦。不行啊，我觉得我现在打这些金牌上来的，搞不好都不会赢。没关系，你以前还有凹。我现在，我现在大家现在看到账号发那边卢比先防凹瑞斯，全部先正的都不压的。他们卢比你就不要玩古段，你换将军啊，保证很适合你啊。我打考虑要换内血啊。步上内步下风将的后尘，这不可能的。不二人除了他都玩不下去了，更何况他自己都说再不改版，他自己都说这个角色烂死。他说再不改版，那就不玩了。欸、他刚刚尝试下清泉对抗，他太快了，他太快了。我觉得我想要讲的就好笑，那卡普空改平原应该小学生程度。对对对对，我要讲的超直接的。我、哦、没有接重手，下重手是正负零，没有按回去。哇，指令头摔不到他。六六。哎呀，点掉了，点掉了。哦、这个脚，那个脚厉害好不好？刚刚那他的缺点就是他有时候很喜欢用一叉指令头，那个时间点不是很。Round two, fight. 魔鞋，倒转，他反而在其他必杀计划去。哇，他的负荷被点。可以进来点头，没反应，捉鸡鸭吗？没有。哦，来了来了。看看脚倒倒，完了，危险！哇，晕啦，来不及变魔术啦，啪啪带上去。Final round, fight！ 你不要去买宵夜，你怎么过去？宵夜是很晚的事哎、欸，现在这么早你就买，现在你怎么不把下礼拜的宵夜也买了？看你怎么那么早去。哦，退坑哎，全钱，哎，进来。正的正的正的都正的正的正的没有啦，干他看啊，干他正的正的正正人正正人，倒转倒转，你老婆正，回去可以正的正的正的，哇，还没东西好，你可是恶魔倒转，哎呦哎呦，等一下有点危险哦，不要解摔就好，这样这样，没得，地板可以，冲干冲干来，摔他，哦，推扛。不烂的，不烂的。走肉慢加十几的，加十三就是不一样。走肉慢都摔不到，走肉慢加，我往后慢慢走的，你还不摔不到我，因为不加太多了啦。你持续一直挡在那里都没办法动。尤里安应该有机会吧？尤里安的摔距很长、欸。可以吗？很少会有人加十三往后走。加什么？加十三往后走。干嘛走肉 ？Fight！ 哇，打气势的。哦、真的打第四哎，带角落，退开，退一次，哇，啊、不敢解了。而且将军摔也很远，好不好？将军，哇，哇哇有点厉害啊！我建议你没办法往前再往后，我通常都要直接往后。这应该是看外星选手的实力。哇，完了，这个应该是强压吧？他没有确认吧？只是刚刚那个是正的啊，反正一叉那是正的，对啊，对啊，都正的、啊。然后奇怪，怎么可能单发缺那种东西？还在退。欸、因为你将军也没说要改嘛，十月份没说要改嘛。没有，他完全没改，没有他的份啊，跟一岁一样啊。那遇到难练，我来玩这个都不用花脑子。哎、欸，这个要练几天？阿斌，你说完你觉得要练几天？我练半天就成功了。是真的没东西，是不是？你要习惯一下机器了。就这样而已。我怕晕倒。收下段。哎、欸。哇，安排空了。大卫摩洛，要妹，哎，多点一个心脚，他多点一个心脚就来不及。哦，这个确反，再点一个心脚，又来，踩下去，痛，有个痛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哇，换边，还差一点，再一个，不的，不的，不是你没有点到，哎，漂亮，刚刚那么快的复试，哎，太可怕了，到底会不会 reset 嘞？哎、欸，所以暴毙之后的剪刀脚是负四啊，都一样啦、啊。暴毙有没有这么都是负的啦？哦，他除非要花气取消东西，不然有很多负的。哇哇哇哇，这个不太妙了，这个开场。他如果暴毙之后那个是正的，他一直踢就好了。他连六六都不用的，他就一直踢就好，一直踢就好了。踢一叉的，好，普通刀转下来，中段对空。
这个应该可以用那个抓把它抓下来啊，可以啊，也可以用拉抓得下来，站中脚啊，站中手。拉二在那个 HP 很强，嗯，机器没出来，正魔倒转，剪刀脚，不用花气，哎、欸，他现在发现这样就可以打死他，那就不要浪费时间，不用花气，最后哇，一叉十六皮强者，真的真的，哎、欸，一二十剪刀脚，正魔倒转，正魔倒转要来了。穿他气功，穿他四六一，一般不是这样，一般丢一颗气，然后直接踩过去，走他。啊！好，恭喜 Riot。秀了一手大那个Kobe的大卫魔术啊！搞娃玩将军，好很好玩。所以恭喜我们今天那个金牌杯获胜、哦、我们第二届就是我们的 Riot， 恭喜恭喜！好不错，我觉得现在玩家。进步跟吸收的能力都很快哦，这个真的是主持人喊什么就有什么，喊大威魔术就有魔术，你好准哦。对啊，喊头锤就有头锤，好不好？虽然说那人头锤的只有两三，有点可惜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再休息一下啊，大家准备好你们的 PS 跟 PC 啊，赶快开机。今天终于可以有比较够的时间来玩观众挑战赛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有小六，有建宏东，有 RB， 等一下看外星选手要不要跟大家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休息一下啊。哦、可以有两边是不是？今天又要开双棚是不是？可爱动物园区跟野松萌，好像是这样啊、喔。好，我们休息五分钟。刚我是吓人的、欸，我是不是要去可爱动物园？